第四站哦。第三站。好，跟我说嗨。嗨。哦，这是第四弹的新的怪物。我去找他。哇，好痛哦！啊，哪痛？他打了什么怪？这是三代的盗贼王。什么盗贼王？哦，挤满了，挤满了，一刀两断斩。啊，你可以用一刀两断斩的。好，开始一刀两断斩哦。好，不错哦。哎呀呀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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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六六八！再来是什么光刃斩？哇，一七七五，太厉害了吧！爸爸怎么知道？你还不用叫那个大绝招，你就可以赢嘞！我们还有那么多卡！哇，早就死掉了！太简单了吧！爸爸，你看他不屁屁耶，国王是不是要来了？还没有。哇，没有了。这次只有一关了，也没有魔。哇，好像没有，好像没有好的哎。啊，这也是普普通通啊。哇，好吧。我选三颗星。好，大概只有三颗星可以选了。你买车车了吗？这什么车？蓝色车。OK。啊，这一次没有打磨。对啊，上次打过他六代的魔王。拜拜。拜拜，大哥。
这应该是人鱼公主吧？这个。哇，玩一次要50块啊！干嘛把自己盖起来？哇，好漂亮哦！Bonus time！ 艾瑞尔，哎，你要站在左边，站在左边一点。不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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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看着这个相机。再摆一个漂亮的 pose。好，看右边黑黑的地方，对。好，选一个你喜欢的。你看第一个你把自己照起来，感觉好可怕啊，看不清楚。哦，赞美太阳。右边的，红色的，对对对对。哇，好棒哦！哎，好，掉出来了，来给我拍一下，看看，噔噔，拜拜，拜拜。你觉得这个好玩吗？我觉得很诡异耶。7月半的时候在家玩的。你喜欢这一只吗？我真觉得很诡异。